来感觉了。死不了。上来干啥来了？全军出击。其实我们去打中单会好杀一点，像这个吸血鬼呀，一瞅就不好杀。先 A 三下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扣过来，砍两个双刀，扣过来，闪现，这个 W 好像没 W 到是吗？还是怎么回事？无敌了！我卖两个药，买一个药，合不合适？这可以永久呀，单纯消耗上来讲应该是合适的。哎呀，哎，那有跳弹没用。嗯，艾克要来，直接回家，往下走是必死，不去。哎，我把这螳螂杀完没双 buff 哎，这有点烦。下边再砍他吧。我有皮鞋，你有吗？
哎，这 E 大师的 E 技能重做了呀。不压了。先来个锯齿短臂配一个皮鞋。以前加攻击力，现在没攻击力了，就单纯的就是真实伤害没了。 Q 其实也重做了， Q 技能是重复打击，四次后重复打击。好闪现，念咒。哎呀，别人有点多啊，跑肯定是跑不了了。现在想昨天晚上来气不？不来气还想昨晚干啥？不有病啊！打游戏还把自己气死了，还缓不过来了，这没必要啊！杀个吸血鬼，嘿！吃一手塔皮，我们就无敌。这梦魇装备不错呀，吃个药吧，他不用管他，其实拆塔皮就行了。呀，给我吸了！拦一波就拦一波，没有关系。这么的啊，现在我们是六个人头，对吧？先给你们留个局儿啊，然后呢，给大家来一个这个能否五杀的啊，一个这个送豆环节啊，送鱼板环节。简直这就是送鱼板。
谁 K 林斯伯瑞了？螳螂吓得我原地起飞，先回家吧。出门开始杀人啊！带个扫描来。往下路走一波，先拿个双杀，螳螂一来拿个三杀，去中路一杀拿个四杀，再杀一个吸血鬼拿个五杀。这里头有眼儿，这有点烦人哦。给我上来，太阳妹妹，给我冲！太阳妹妹，给我冲！来，你今天不可能跑，算了。好了吗？你要跟你说，你们早点冲，不早点冲，给我来！哎，烦死了！也不给人头。连助攻都没有，甚至，哎呀，也不给人头，真可恶啊！再来一波，人属实是有点多啊，这可有点受不了，这人太多了。我觉得这围音没有这么骚吧。好的，打个蓝 buff， 哎呦我操！我跟你们说，这螳螂真是狗屎运，他妈旁边有三狼，我刷只能。我不没法刷到他一个人，你知道吧？我只能刷三狼加上他。我刷不着他单个。我 W 呢？我 W 像你的眼睛一样吸地了。打个红的。
今天的螳螂指定是走不了。盾弓，我可不上了，你们上吧，再见，我溜了。刺杀不算，本来也不算啊，别急呀、啊，这西兰刀还没出来呢，差100。不能上啊，这人穴位是有点多。好了，上来野我，跑的倒挺快。走回家西兰刀，这也没大呀，走，别回头，别回头，别跑啊！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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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别！哎呀，这波感觉能五杀呀，这波呀，这波有机会呀！这波有机会呀、啊！我操，这波是相当有机会了。这波一开始大没开出来，你知道我杀的吸血鬼的时候，大开出来就不是这种情况了，就不是这种结果了。错过了，哎，错过了，错过了，不是太脆了，没玩好这波。首先我一开始大我是没开出来的，你知道吧？我错过了一波木印的时机。我那德克萨斯木印刷新了以后，我开大招给他那什么了，给他取消了，就没隐身了，我这抠倒了，跟他没关系，落地没隐身，开大了，哎呦，我红 buff 我要了。人有点多啊，那就这么多人，五六个人，感觉要坏呀，要坏事儿啊！
这螳螂好烦啊。螳螂，我就你仙人，给句痛快话，给不给我杀？回家，拿下！白送鱼丸，简直白送！哎呀！别打，拿下双武是吧？你们还欠我一个。超级加倍啊，还加了个倍。来个蓝切吧，我也不用春哥。春哥只是给我们来一点容错率，但我觉得没必要，我们已经无敌了，基本上抠完就死了。这不训印，训印有啥用啊？反正我出来砍一刀就完事儿，上。哎，也可以打个小龙龙魂呢。这不打个小龙龙魂？婉豪是不是感觉自己有点肉了？婉豪，啊，这婉豪。一刀，唰唰唰唰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吸血鬼，唰唰唰，死锤超级加倍。结个账啊！